在世人眼里，诸葛亮一生中最失败的地方，莫过于娶了奇丑无比的黄月英，而且一辈子没有其他女人。细看与诸葛亮同期的周瑜，甚至是他的老板刘备，哪个所娶的不是貌美似玉的姑娘呢？只有诸葛亮看都没有看过黄月英的容颜，只听了黄父的一言半句，便直接娶了她。 这种做事风格不免有些损害他精明的形象。那么，聪明的诸葛亮为什么会背道而驰，选择一个丑女做妻子？他们婚后幸福吗？诸葛亮是否有过后悔之心呢？一、三国英雄们的择偶标准。三国时期的男人既有一统天下的英雄梦，又有如梦如幻的温柔乡。不管是周瑜还是孙策，所娶的对象都是温柔的美人。 就连打着皇室后裔却没有真正背景的刘备，也找了两个温柔贤惠又貌美的夫人过日子，甚至走到哪里带到哪里。能大胆娶丑女的，恐怕只有诸葛亮与徐允吧。徐允虽然娶了丑妻，但并不是一开始就心甘情愿接受的。古代男女在成亲以前，一律不许私自见面，所以徐允在成亲前并没有见过未婚妻。 到了新婚之夜，当徐颖揭开妻子的盖头，一眼看到妻子的丑颜时，吓得差点夺门而逃。为了难倒丑妻，徐颖当场以三从四德对妻子进行考验，问他的妻子都懂些什么。不过自认为聪明的徐颖才出口就被妻子难住了。只见他的妻子回答：“我所欠缺的只有容颜而已，世人该有的品德，你又有几样呢？”徐颖自信的回答：“我全部都有。” 他的妻子听完他的回答后，直接枪声。你作为一名世子，却只看女人的外表，明显好色不好得，还好意思说自己全都具备。事实上，徐颖虽然有些自傲，但是还没有达到无药可救的程度。当他得知妻子除了无言，其他样样齐全以后，彻底收起轻视之心，专心与妻子过日子。不过，徐颖娶了个丑女做妻子这事。 到底还是传了出去，遭到不少人的嘲笑。二，诸葛亮娶丑妻，徐云娶丑妻被嘲笑。诸葛亮因为娶妻一事，同样被当作段子传承了上千年的时间。首先，咱们先来看看诸葛亮的长相如何，身高一米八以上，远看如劲松。 饱读诗书，温润如玉。用现代的话来说，诸葛亮明明可以靠颜值，却偏偏要舞文弄墨。像这样的翩翩公子，谁家少女不春心萌动呢？再者，他的叔父还是刘表肝胆相照的好友，姐姐又嫁给了荆州望族，有这样的条件，想娶怎样的女子不容易呢？然而，就在所有少女都等待着这位大帅哥、大文豪上门提亲的时候，诸葛亮却做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。 娶了黄成燕的女儿为妻。据黄成燕介绍，她的女儿黄月英长着一头黄头发，周身皮肤黝黑，但是很有才华。家里女儿长得丑，眼技还高，黄成燕只好厚着脸皮，在诸葛亮面前极力推荐女儿，希望女儿找到如意郎君。不得不说，黄成燕的这招还真管用。诸葛亮听完以后不假思索。 直接应下了这门亲事，诸葛亮的这个举动，不知道伤了多少姑娘的芳心，姑娘们气得只差没有骂他眼瞎，但是诸葛亮却没有理会别人是怎么看的，他身为一个男人，自己的婚姻自己做主，自己爱娶谁就娶谁，旁人管不着。三，诸葛亮的娶妻目的，天下有那么多姿色足以和他匹配的女子，有才有貌的也不少，诸葛亮为什么在没有对比的情况下？ 就轻易答应娶黄月英了，只因为他是诸葛亮，是智慧近乎妖孽的卧龙先生。当别的男人贪图美色时，他却胸有沟壑，把自己定位为管仲和乐毅一般的人物。 这两位，一个辅佐齐桓公完成大业，另一个则率兵打得齐国差点灭国，个个都是以己之力改变天下格局、改变历史走向的人物。诸葛亮一心向这两人看齐，为了拥有与梦想匹配的实力，不但在交友方面谨慎入微，连自己的婚姻都利用了。大乔、小乔却是漂亮，天下像这两人一样的美人也不在少数。但是这些空有美貌，只懂得装扮自己的花瓶。 却不是诸葛亮想要的。诸葛亮的出身不像周瑜，除了外表和才华，其他都没有。黄月英又有什么呢？说起来，他的优势还真不是一般的多。首先，他的父亲黄承彦本身就是荆州文化界的元老，在文化圈拥有绝对的实力与影响力。他的母亲出身于荆州两大家族之一的蔡氏家族，他的姨妈还是刘表的夫人。在这种背景下长大的黄月英。 简直是个小公主，这还没有算上黄月英自身的实力呢。用黄承彦的话来说，黄月英的智慧可是足以和诸葛亮匹配的。其他男人重色，所以娶妻注重外表，可诸葛亮一心想要匡扶汉室皇朝，他的择偶标准自然与其他男人不同。黄月英虽然不像其他女人长得那么好看，但是他的背景与他的自身实力。 却是诸葛亮最需要的。在娶妻以前，诸葛亮无论是在山东还是在荆州，都属于外来人物，而且还是空有才华的穷小子，这种身份在贵族圈是不被肯定的。就算他是庞德公的好友，同样无法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资源。但是在他娶妻以后，瞬间掌握了文化界和军政界的资源，在这之后，诸葛亮一改以前窘境，身价一路飞升。若是其他男人娶了黄月英， 可能利用妻子的资源混个小官就过一辈子了。可是诸葛亮并没有停止脚步，先后拉拢了刘琦、马良、杨仪、蒋琬等本土人士，直到最终当上蜀国的丞相。诸葛亮自从成为刘备的军师以后，不断转战各大战场，终其一生都没有纳妾。如果说前期他是因为忙于事业而忽略了女色，可他在身居高位以后， 同样没有抛弃糟糠之妻，另娶金枝玉叶，这一点足以说明他娶黄月英并不只看重这个女子背后的势力，而是真心看重这位蕙质兰心的丑女。诸葛亮虽然为了事业而付出生命，但是他却不是纯粹的工作狂，在工作之余，同样没有因为事业。 而忽略对后代的教育，种种迹象表明，诸葛亮一辈子都没有因为娶了个丑妻而后悔半分。至于黄月英，更是史上少有的奇女子，虽然无貌，却用一倍的时间陪诸葛亮走过千山万水，用智慧帮助丈夫实现他的梦想。婚姻这事，全是自己的选择。诸葛亮的选择，在世人眼中或许是种笑话。 但是他得到黄月英以后，却如获至宝，以男人男友的忠诚和敬重去回报自己的妻子。总之，只要夫妻同心，过得幸福，别人没有任何资格指手画脚。